1987年，歌剧《魅影》全球卖破4000万张，成为销量最佳的音乐剧原声带。第一女伶莎拉布莱曼以3个高八度广阔音域闻名于世。特天籁美声惊艳全球，从古典跨入流行乐坛，完美诠释多种音乐曲风，当年几乎一发片就上榜。累积金曲一首又一首，空灵嗓音让观众专注聆听，沉浸在美声当中。12月精彩演出将重回台湾舞台。2022年底，莎拉布莱曼带着圣诞节限定的派对演唱会展开亚洲巡回之旅，14号将从高雄出发，一是前往台中、台北、屏东。经典歌曲结合充满温暖幸福的节庆旋律，为歌迷们打造难忘的圣诞回忆。 TVB 新闻综合报道。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。